好，那就讲一讲 DVD
我们今天是来卖 DVD 的，这个 DVD 的特别发表会。那因为那在场的观众有些可能已经看过了，我知道像 Stephen 已经看过，台湾应该已经看过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的一些朋友，那为什么没有 DVD？ 就是 What is for that to buy the DVD？ 有什么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在里面？可以，你来讲一讲。DVD 真的，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。但是的确是很特别啦。OK， 我们其实我们的 audio commentary 很特别，是因为我们 audio commentary 谈到的内容的那个范围是广到，所以我们可以讲到很艺术的东西，拍摄啦一些角度啦一些想法，一些很艺术性的东西，很艺术性，不过也可以讲到一些很八卦的东西，是我们会讲到后面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东西啦，都好玩的啦，就是，所以我们就是可以能够延伸到很多。然后当然我们海南仔他也破天荒在 DVD 里面教我们怎么用海南语来骂人啊。不过放心，大家放心，这个骂人的内容啊是很健康、很温馨的，他骂得很亲切，很好听，所以我觉得是很适合家庭观众看，然后学一学海南这个语言嘛。当然就也觉得学语言毕竟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嘛，所以最容易的入门方法就是学。先学会马人队，对，学会马人队慢慢学其他的部分。有很多我们的趣味预告啦，就是我们把片中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画面写下来。不过最后我要讲个故事啦，其实我个人觉得啦，我们的 DVD 的包装蛮美的，所以就算你买，你是想看啦、啊。你买这一个装饰品 OK 的，因为你买装饰品也是花些钱嘛，就你买来摆设在家里也是 OK 的。你不要看，你看，它也不会碍眼，还会蛮突出的哦。有一个粉红色的主题在家也不错啦。OK， 原来还可以买 DVD 回家摆设，当摆设用途。这样该要帮你提到有几个特别收入的，就不如我们现在先让观他们在场的有先 sneak review 一下。先补为快一点点活动那你我们讲到有海南仔如何用海南话出骂basically how to curb in 海南那里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好了，刚刚先比主流学一点点，你们要听英文的还是听中文的？用中文教学不用英文教学，有没有人要听？我们用中文教学好了，让大家都听得懂。